爷奶奶叔叔阿姨的账户。啊，我说这看，哎，这都没有，使他嘴里看，然后心里没。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电视第六年，以后还会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。今天端午节的小女儿就是拿回来了一部分压岁钱，我给她买了200多银琼子，我帮着她煮了煮，她说要送给环卫工爷爷奶奶吃的，还有路过的市民叔叔阿姨们。因为这个女儿也今年13岁了，也坚持把这件事做了6年了，连续6年也是给环卫工爷爷奶奶们送元宵、送水饺、送粽子吃。我对她这个做法还是挺支持的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女儿学习的一门功课。她说以后还会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，希望他能温暖到更多的人。